兵工厂厄齐尔 Misut Drain Isle 法新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英超第18轮兵工厂坐镇酋长球场 Emirates Stadium 迎战纽卡索联。兵工厂靠着厄齐尔 Misut。上半场第23分钟，禁区内的桑切斯将球往后顶，禁区线内的厄齐尔一脚不停球的凌空抽射破门得分，兵工厂率先打破僵局，1-0领先。上半场结束，比分暂无变动。到了下半场第80分钟，纽卡索联获得一次反击机会，何塞卢·周西鲁在禁区外围接获队友回传球，起右脚抽射，但球打在防守球员身上出了底线，未能替球队扳平比数。纽卡索联在屡攻不进的情况下，中场以0-1败给兵工厂，吞下联赛4连败，掉入降级区。赛后，兵工厂总教练温格 Oz 踢了6天内的第3场比赛，我们的体能受到了很大的考验。厄齐尔的进球非常珍贵，他的进球很重要，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进球。温格补充，击败纽卡索联后，兵工厂目前以10胜3和5败33积分排名英超第4，纽卡索联4胜3和11败15积分排在第18位。